请问现在要干嘛？扳字，扳字。太快了吧！出来机啊！如果可以，我下辈子再娶你。啊你啊你啊！这边是两个，已经开两个了。那就这两个，那这三个都不要怕了。如果你翻是这样是的话，惩罚就你了。对，你就让我们喷杀虫剂。你就是害虫。啊！好冰啊！我要结束逃了。我觉得阿姨跟着他走，他会带我们赢哦。意想不到的结果，他会带我们赢哦。天堂。哇！又换了一根十字架了。冠军任务，每周六晚上7点钟就在卫视中文台。